纯银手镯氧化发黑了怎么办？今天教大家用简单的方法清洗银手镯。首先准备一张锡纸，将银手镯放在锡纸上，加入40克食盐。今天要清洗的银手镯总共175克，大家可根据实际情况对锡纸和食盐的用量进行调整。用锡纸将手镯全部包好，放入锅中，加入烧开的水，水面没过锡纸即可。开启电磁炉中小火加热5分钟。关键环节在于锡纸和食盐的用量要管够，特别是食盐要放够了才能清洗干净。手镯在锡纸、食盐、沸水的相互作用下焕然一新，就像全新的一样。有空会向大家分享生活小贴士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。